嗨，你好呀。今天啊，星星猫想讲一个和鱼有关的故事。你肯定知道，每一只猫都是鱼类爱好者。不过呀，君子爱鱼，取之有道。蔡老师的人生智慧100则里有一个故事，恰好是说钓鱼，跟我的想法真是一模一样。故事里说，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，他钓了非常多的鱼，但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，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。旁人见了不解地问，哎，别人都希望钓到大鱼，你为什么将大鱼都丢回河里呢？这人不慌不忙地说，因为我家的锅只有尺这么宽，太大的鱼啊装不下。这个人好有意思，看来和我一样，都是整条鱼的爱好者。本来嘛，一段一段的吃很不过瘾的，但是故事里的道理对每个人都是相通的。不要让无穷的欲念攫取己心，够用就好，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。我们平常经常能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自助餐厅。自助餐厅的老板们啊，真的是人类里十分聪明的人，随便供应，取自己够用的，不必贪求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。在一些人生大事上就更是如此了。有的人呢，总觉得钱赚的还不够多，宁可赔上自己健康的身体。有的人啊，觉得事业还不够大，拼命的扩张，最后搞到负债累累。有的人总觉得眼前人不是自己想要的，结果年纪一大把了还是孤身一人。这样的事情啊实在是太多了。其实这些人就都没有像那个钓鱼的人一样，回去量一量自己家的鱼锅到底有多大。每个人呢能承受的物质其实是有限的，广厦千间，半夜睡觉无非卧眠三尺。佛曾经说过，若欲脱诸苦恼，当观知足。知足之法，即是当乐安隐之处。心安乐处，即是五香。如果心不安乐，得到的东西再多也没有用。而且啊，人可能会永远追逐下去，总也没个完，却忽略了当下的生活。这样的人生你会选择吗？反正作为一只猫，这样的猫生啊，我是肯定不会选啦。有小鱼干吃，有蔡老师的故事读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佛说，不知足者虽富而贫，知足之人虽贫而富。知足者常乐，希望你也能永远的快乐下去。好啦，晚安吧。